来哦，今天要来开箱新的饲料哦，在进前买的新的饲料，这罐开过啊，哎呦，这罐也唔捌咯，哦，佫新的啦，我甲你讲，这增艳的有无？听讲孔雀鱼袂当食，哎，嘛无呢，好，今仔开这罐好啊，因为我这佫有咧，我这做该买新的饲料，好，我们今天来开这一罐哦，海丰的一种。增艳什么什么什么烧的，这罐到底好用无？我嘛唔知影。哦，来，我们把它分享一下。反正白龙雪就花钱啦，哦，花钱买个经验给大家看。美丽啊，这我一般要来用这切玻璃。哦，这个是贵级卫生棉，转开，哦，转开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这全部那个用掉，伊这有点也破。哦，真空包装，好，来。全部开开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伊个颗粒，啊，孔雀鱼一般是算细号个啦，粉末状的啦，来哦，片看卖哦，哇，足香个，即阵我阵阮兜拢饲即阵，我想着啦，厝个较早迄个啥孔雀鱼，那饲即阵个啦，哦，打开安尼。哦，丢啦！来，适口性好不好？适口性非常的好，非常之赞。来，我接。我来看一下它的说明啊。迅速增艳，但是有的讲孔雀鱼呐，增艳鱼呐，现在颜色唔知乌白走，我唔知。我是听伊讲的吼。啊，有什么甲壳素或什么烧的？哦，迅速增艳发酵怎样？哦，你用你的偌高奇特奇怪怪哦，鱼饵会勃起啊？怎样啊？哦，勃起开玩笑啊！酵母粉什么烧？喝海丰啊？海丰是较早，阮较早咧用海丰，伊较早有出咧国小的时候，我有买，有咧超级饲料啊，迄食了金菠萝，伊当怎样怎样叫做啊？哦，就大概哦，没想到白龙雪40多岁。突然间又开始启动养鱼的这个机制，而且鱼越养越多，越养越大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白龙雪鱼饲料开箱，在不定期的花钱分享给大家，谢谢。